这个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这个 Focus Music School 的焦点音乐教室的阿天老师啊。今天呢要给各位啊用短短三五分钟时间分享，如果是一首歌曲啊，一首最新的流行歌曲，我们用吉他要怎么去弹唱。当然在我的课程里面有很多学生呢，他们会来到这个自选曲的部分，好比如说最近很红很夯的这个曲婉婷啊，它里面有一首歌叫做在我的我的歌声里，那这首歌很多人喜欢啊。那我们的那个教导方式呢，除了教你怎么弹之外呢，也教你跟着曲婉婷一起来唱。那这首歌很简单啊，其实就是一个 E， 然后 E major 7， C major 7带 B bass， A， 然后 G sharp minor， F sharp minor到 B。 哇，你听到这个地方已经傻眼了，这些怎么那么难？不会，慢慢来啊。那待会呢我们的练习方式就是曲婉婷会出来唱，然后呢我们帮她伴奏，所以我们同学都是用这种方式呢来求取进步，这样的话呢那个速度节奏才会跟得上来。 Music 开始。然后呢当歌手在唱的过程中，你会想办法跟上他的节奏，你变成是这位原唱者的 player， 你变成是他的伴奏。那这种方式呢，你可以在当中呢去感觉，去体会到这个编曲的奥妙。当然你说啊，这样的一个程度啊，大概多久可以来到自选曲的部分呢？其实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呢，前面半年的基础打完之后，就会进入自选曲的部分，不管是中文歌曲、英文歌曲、方言歌曲，欢迎你来挑战阿天嘛，我都会把这个原谱教你怎么弹。是，我是来自这个焦点音乐教室的阿天老师啊 ，Focus Music School。那如果你对我们的这个教程课程有兴趣呢，请来到我们的这个网站呢去按赞啊，或浏览我们的网站，就是 www.focusmusic.com.sg 啊，记得哦，想要学吉他。想要在短时间之内掌握好能够陪你一辈子的这个乐器啊，你的另一半，请不要忘记来我们这里就对了，拜拜。